这首歌献给你们。
到的一首歌曲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好听动听的一首歌。而且妈妈也在场，唱起来格外有那个感情。我还以为你唱给你的宝贝听的。我的宝贝，哦，歌名都是我的宝贝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模糊焦点。最近如果有注意他的微博，有一个人说：“宝贝，我等你。”那个宝贝是谁啊？大家都知道你们两个的关系。Oh no！ 我们只好把你的宝贝请出来了。何伟健。